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现在大家都在盯着期货看了，这个期货怎么会这么猛？现在已经拉了108点，来到13825点。今天夜盘一开之后呢，就一路的拉升了，这个持续过关斩将，似乎这个毫无这个空头的压力的味道，就是持续的在创新高的行情。那整个成交的口数也很多，现在已经快20000口了，这个非常热络的情况，是很猛的行情。那今天正好是11月12月这个行情，11月结算，12月转仓的行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资在期货的布单。那外资虽然说这一波11月以来这个大买现货差不多已经15600亿，如果上柜加起来大概1600亿了，这个买超金额非常的大，但它在期货其实是一路减码的，它今天已经减到这个大台多单流仓只有26264口，今天转仓它是卖超441口，那净多单流仓才26000，两万六其实是一个低水位。另外小台是净多单流仓7500多口，是买超7100多口。那虽然小台我们不太去看，我们主要看大台的部分，26000的大台平常心讲这样流仓部位是一个相对少的一个部位。那另外投信今天的空仓 流单有28000多口。那投信 这一波段是一路的在卖期货，这个买期货就是补空了，因为投信之前都是3万多口的空单流仓，他看到盘这样涨，他之前的避险的部位就一直在这个再把它回补，这个空仓一直在回补，所以投信恐怕也是这一波这个拉升大盘很重要的一波力量，拉升期货大盘的很重要力量。因为投信有3万多口的空仓嘛，只要指数一涨，台积电一涨，它就要必须要去减掉这个避险部位。像它今天就买超1193口的大台嘛，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买量了，对不对？好，所以说呢，这一波的上涨其实蛮多共同因素。那当然我觉得台股就走到这边很邪恶，就是因为它已经脱离美股的盘势。你说现在目前大涨100多点的期货是因为美股大涨吗？其实并没有，刚刚这样急喷上来只不过是因为道琼期指才拉过平盘，并不大涨，对不起，是要拉过平盘翻红，一翻红台指就喷，这也很妙啊，真的是何方神圣在拉抬这个行情。我们赶快来 请教万宝投顾的秦小芳副总经理。秦副总你好。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挺邪恶的呢。我想你想这是邪恶第五波，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尤其今天转仓到下一个月。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五波啦，我只知道还蛮邪恶的。我因为通常像这种就是跟国际股市走逆势的一个拉抬结算，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它是非常 evil 的哦。不过呢我想我今天会有两个重点先跟各位讲，而且在第二个阶段我会跟各位讲很重要的个股跟电子期的一个参考价位。这个可以，因为现在的夜盘很疯狂，我想大家现在又杀下来，我跟你讲，现在夜盘坦白说比杀不多啊，还在102点。夜盘现在是夜晚比白天更美丽，都免睡就对了哈。所以19个小时的交易，我觉得实在是太累了。这会不会精神衰弱？怪不得现在去看精神科人那么多了。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要那么计较了哈。基本上而言，你只要记住我等一下跟你讲的：第一个台积电，第二个美国的特斯拉，第三个台湾转仓过来下一个月份12月的电子的价位，再来你再去看台指期，因为目前的夜盘出现了一个把逆价差收补回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一百点有一半是涨在今天。其实今天收盘的时候，12月台指期跟现货之间是存在大概60点的一个逆价差，它是先把这个逆价差收敛起来，因为美股的拉回的幅度不如预期回到平盘，先呼应刚才慕驊讲的说，哦，美股只是拉破平盘，为什么台指期要这么凶？因为今天是一个逆价差的结构做收嘛。OK， 好，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重点是拼结算拉高11月转仓12月，其实在今天现货收盘的时候就13:30到45分，它是一个逆价差的结构。好，那么因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各位一定要放在心上现在在哪里都赚不到钱吧。甚至有一些航空公司还要倒闭了 ，OK。所以呢，期货市场这边，它从13号上个礼拜五，它调降了进场的成本。好，比如说大台，它从14万
八调降成13.4万，电子期呢也是从调降了17.2万调到14.8万，也就是说交易期货的成本大概降了1%到2%。是因为他今年期交所一直调高啊，对，他从3月一直调高，因为他认为波动率很大，对，调了好几次。以前我们一口10万块就可以做嘞，电子期是8万就可以做，他调高了一倍耶。所以呢，这种状况他也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啊，对不对？对，因为没有，他是保护自己，他保护自己。好吧，因为波动率太大的话，他的那个结算保证金，他因为他原始结算他都会从此调高，波动率太大的时候。万一连做的时候，连期交所本身都会出现问题，因为在历史上，比如说最近的是2018年2月都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它是保护自己，各位不要以为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好心，好不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保护自己好吧。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年的几个主要的议题已经结束了，包括疫情，包括美国的选情，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13号礼拜五，它开始调降保证金。所以各位啊，未来几天啊，期货的波动率一定非常大，甚至盘中一两百点，甚至两三百点，或者是电子一天五大点、十大点都不用很惊讶。所以呢，我要跟各位讲就是，但是美股、日股的国际盘其实出现一些高档的修正，所以请各位要我们注意几个关键性的价位。像这种盘啊，其实也不用看太多啦，其实你只要看几档重要的股票，第一个。台积电以及它的相关概念股，大盘就是看台积电就好了，就是完全就是台积电的复制版啊。台积电就是看啊，台积电会影响电子，电子会影响台子期嘛？啊，其实、這個、电子期其实跟大盘都大盘台子期都是看台积电啊。对，好，那么电子期关键性价位在哪里？我现在就是背诵给各位听，因为这个价我都做得非常熟了。好，电子期的666，电子期的666，如果明天一开盘。电子期越过这个价位的话，那我跟你讲啦，你其他股票我还不敢讲，你电子期你一定要做多，因为呢一定要什么做多，要做多，对，因为这代表这个行情它就是最后喷出这一段。666也很邪恶这个数字。对 ，Six Evil，OK、okay。对。那这个666其实它是11月的高价，那12月的高价其实在这两天它最高只到664，这个价位我们都做过买卖过 ，OK。但是我只能跟你讲，你还是要以。转仓过来，你一定要这种连续月份为主。还有666，像目前的夜盘在哪里呢？目前的夜盘已经最高到668，所以就是说，目前的夜盘它是认为，如果今天美股的纳斯达克没有大跌的话，那么或者是纳斯达克只是在平盘上下做收，那么台湾的电子期明天还会领先再攻一波。好，所以我想这第一个，美股看起来不会大跌，对，因为它可能就在平盘附近游走，然后进行类股轮动的动作。OK， 除非有很大的一个利空在今天晚上发生，但是。期交所他敢调降保证金，代表认为目前的波动率跟风险系数已经下降了，这样懂我的意思了？他是看 VIX 吧？ Okay， 对，也就是说风险系数的问题。今年的最重要的几个变数可能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为什么外资在这个地方他不做大多？很简单，因为感恩节快到了。各位要知道，下礼拜四是感恩节，很多的美国的公司或者是学校，他们过完感恩节之后就叫学生跟员工。线上上课，因为他们认为感恩节过后到耶诞节这个地方疫情会走进更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要赚钱，赶快趁着这一波的喷出。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了吗？好，所以其实问题是能喷几天呢？对，是不是要做短呢？还是严格算起来，它是从13号星期五最后一盘。各位，你一定要去看。我先讲今天盘，你赶快去看今天盘最后一盘，那个台积电是用8018张拉高，有没有？对。好，那同样的事情。从13号星期五最后一盘5822拉高，然后之后就跳空到500，所以第一个转仓过来，12月电子期连续月份的电子期666，台积电的500，第三个，那台子期其实就不用看了，其实你要做多还是以电子期为主。我一直跟各位讲，你要做空避险，你一定是台子期，可是你要做多一定是电子期跟台积电概念的相关股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成也台积，败也台积，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OK， 所以呢，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啊。我刚才说我们会给解掉，所以特斯拉，我跟各位讲了，我实在不知道要跟各位讲什么，它已经冲向太空了。所以呢，台湾一直在炒瓶盖股，其实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今天特斯拉如果能够再创新高，站稳在44以上，我想那就是美国纳斯达克能否翻红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OK， 所以我想我们讲的美国你就看特斯拉，台湾你就看台积电，特斯拉你就看44美元，然后台积电你就看500，也就是本周的高点过不过。444，昨天收盘只差3块，昨天收441啊。对，所以事实上呢，啊，美国的股票是没有涨跌幅的。对啊，它涨起来就跟史诗一样，就是砰就上去，不是死掉的尸体哦，是历史的。商篇的史诗，也就是说，
因为美国股票没有涨跌幅，所以它一涨起来那个是无法无天的，那个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未来汽车就是这个意思。对，我想这个东西呢，今年涨11倍，四块涨到40几块美金。所以这就是美国股票的一个概念。你现在做期货有这种概念，因为日盘夜盘大家都在赌博。OK， 所以其实我把这个数字都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我们还是回归，因为大众投资人还是以台湾的期货跟股票为主。但你会发觉，怎么搞的？期货指数已经涨到这里，可是我的股票其实基本上没什么赚钱，甚至还倒赔，对不对？好，所以就高兴不起来啊。对，所以呢，电子期的666，请各位一定要记得。第二个呢，台指期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没有任何的参考，因为它创新高再过新高，收敛逆价差，所以你如果要做的还是电子期为主，这还是我一直强调的。那现在是现在已经是667.85了，对，667.85，对啊，现在667.85，对，也就是说它现在又把今天的逆价差收敛回来，它就一直往上嘎，但是最后感恩节前的一个喷出行情，所以请各位如果要掌握的话，但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我刚才第一段就已经讲到，期货的保证金从13号星期五开始调降，对不对？第二个呢，期货它可以 day trade， 如果你今天买错了，或者是你今天买多了，你可以在尾盘先割掉一半。所以我想，甚至现在也有夜盘可以提供你的交易，所以期货未来到感恩节之前肯定是一个赌场。不过在感恩节之前，好像我们不会再连线，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你就只要看台积电的500和电子期的666，还有特斯拉在美国怎么样的一个走法。事实上，美国来到这个位置非常的尴尬，因为道琼创新高之后的高档震荡修正其实也是难免的。那其他包括欧洲跟日本的股市，其他走势也是非常颠簸，因为疫情非常的严重。只剩下美国靠着资金行情，还有选后这波行情的持续性一个高空的上涨。但是呢，整个的领先的股票其实它也不太动，比如苹果股票已经日薄西山，其实它真的不太动了。台湾还在这边一直炒，那没办法，尖牙股都不太动了啦。对，其实大部分股票都不太动，只有落后性的股票就靠特斯拉和电子。就我讲的这三个数字，各位都非常的明确，各位去参考就可以了。好，盘中操作小心。好的，谢谢秦副总，谢谢，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